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今天呢是又有一个来自于我们上一期给大家介绍过的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巨型惊喜蛋，拆出来的这个小礼物呢就是我们这个美女公主的一个华丽带有钻石的公主皇冠。我们这期呢就是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皇冠，然后会让我们其中的一个公主娃娃来试一下我们的皇冠。这个皇冠呢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戴在头上的，在生日的时候，生日 party 或者是在有节目节日的时候呢，可以戴上我们这个非常漂亮镶有钻石的一个小皇冠。可以看到我们的皇冠做的是非常的华丽，整个皇冠呢看起来是像用这种金属做的，其实它是一个这种硬塑料，所以小朋友在戴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小心，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是天气比较冷，它这个塑料呢就容易断，就一定要在戴的时候呢要小心。我们这个皇冠的名字呢叫做公主之皇冠，就是公主的皇冠的一个意思，来自于的是我们迪士尼公主的一个系列，可以给我们小朋友呢自己戴在我们小朋友的头发上，适合于我们3岁以上的小朋友，来自于我们的马泰尔儿童最大的一个有玩具生产公司。我们这里是请到了我们的长发公主，长发公主，你愿不愿意来试一下我们的公主皇冠呢？当然啦。我们让我们的长发公主呢来试一下我们的皇冠，看一下可以让她呢在这下边给她扎进我们头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的牢固，可以固定在我们的头发上，就不会滑掉。哇哦，现在呢我们的长发公主呢变得非常的贵气，非常的华丽。但是我们的长发公主的相对来说她的头呢有点小，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小朋友来说呢，这个皇冠呢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就是刚好可以坐在她的这个头上。相对来说这个硬塑料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弹性的，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戴在头上也是非常的方便。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的迪士尼的巨型惊喜蛋当中的一个小套装，银色的公主华丽皇冠，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点赞、订阅、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